果果看世界。为什么橘子有酸有甜？奇奇、妙妙、果果，你们还想吃什么水果呀？妈妈，我想吃橘子。哎，我的毛和橘子的颜色是一样的哎，你们看，我的眼睛变小了。妈妈，我也想吃。好好好，我们再买些橘子吧。你们看，这是我的橘子手表。啊，嘻嘻，甜手表真好吃。看，这是我的橘子毛毛虫。琪琪，你的毛毛虫好酸哦。真的吗？好酸，好酸啊。哎，为什么有的橘子是甜的，有的橘子却是酸的呢？松果一定知道。松果，松果，告诉我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橘子，我不仅味美多汁，还很有营养哦。可是为什么我的橘子是酸的呢？小朋友，我是甜还是酸和阳光有很大的关系呢。我的身体里有很多酸酸的物质，它们叫做柠檬酸和苹果酸。在阳光的照耀下，这些酸酸的物质会逐渐转化成糖类，这样我就变成甜甜的了。但是如果阳光照耀不充分，酸酸的物质没有得到足够的转化，我就会比较酸啦。除了光照，我的品种和出生地不同，味道也会有不同哦。小朋友，我是不是很神奇啊？原来是这样啊，那还是吃妙妙的橘子手表吧。